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姚谢松。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是24050家，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是533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7.3%。七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是548.2亿元，同比增长8.7%。具体来看，今年一至七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548亿元，同比增长2.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715.7亿元，同比增长9.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3.1%，占比达29.3%。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0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2.8%、29.3%和22%。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73.9亿元，同比增长63.2%。此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普遍增长，主要投资来源地中欧盟增长较大。西部地区增速最快，同比增长25.2%。自贸试验区同比增长14.6%，高于全国增速7.3%。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的热度不减，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8.3%。好，我们来关注近期的物价。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8%，涨幅呢较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20代。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究竟都有哪些？下一阶段我国的物价总体走势又将会如何？那么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今天国家发改委做出了回应。进入七月份，由于时令水果蔬菜大量集中上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均呈现明显回落。36个大中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八月上旬15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回落到每斤3.02元，比二月中旬高点下降28.6%。此外，苹果、橙子、梨、西瓜和香蕉5种水果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6元，与七月上旬相比下跌6.7%。其中，西瓜、梨价格降幅均达到20%左右。随着水果蔬菜的价格回落，夏粮丰收，农产品稳产增产，工业品供应充足，我国物价总水平有望继续保持基本平稳运行态势。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近一段时间来，猪肉价格出现上涨。国家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扩大生猪产能。部分无疫情养殖场能繁母猪存栏扩大近1倍，一些规模养殖户生猪出栏量增加了20%到30%。此外，今年上半年鸡、牛、羊等替代品供应明显增加，其中肉鸡出栏量同比增幅达到15.8%，整个肉类蛋白供应总体平稳。与此同时，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今年四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共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亿元，补贴困难群众8000余万人次，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猪肉储备，可以有条件、有能力保障呢在重要节假日和消费高峰期居民的猪肉消费。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进行了专项部署，加强市场的监管，打击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不法行为，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继续加强呢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的防控，然后尽快的恢复呢生猪的产能。现在来看一组重要的新闻。13号，香港特区政府恢复举行行政会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会前表示，过去一周，大规模的破坏行为在各区蔓延，堵塞地铁、瘫痪机场、袭击警察等大量目无法纪的行径，严重影响市民生活，破坏香港法治，将香港社会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并呼吁香港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恢复社会秩序。针对媒体报道，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不可接受”、“北京侵蚀港人自治和自由”等错误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
美国会有关议员无视事实、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政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者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危险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但对香港却故意选择性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重、文明执法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偏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22年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从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到2018年的第16位，高于美国现实全球排名。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难道香港彻底沦为暴力之都才是他们乐见的结果，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都不要痴心妄想我们会屈服于外国干预势力的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敦促美有关政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反暴力、护法治、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势，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示威者日前在香港国际机场非法集会，不但造成经济损失，更严重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遭到多方谴责。12号，大批非法示威者涌入香港机场，导致机场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影响。香港机场管理局下午宣布，当天尚未执行的所有航班全部取消，涉及航班238架次。13号，香港国际机场实施航班重新编配，但仍有多个航班处于取消状态。13号下午，由于非法示威者堵塞离境通道，机场所有航班登机手续被迫暂停。我必须今天离开香港，但是很不幸，现在做不到了。这对于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来说，都是个很大的麻烦。我航班取消了，回不了国，这很混乱，非法集会很不好。我本来今天离开香港去新西兰，明天就开始工作，航班取消对我影响很大。香港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香港国际机场是在全球客运量排名第3的国际航空枢纽，为超过80万人提供生计，每天有接近20万名旅客进出。非法集会不但导致了经济损失，更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令人痛心。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12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以表达意见之名，严重干扰机场的运作，引致机场全面停止运作，令香港付出沉重代价。机场发生了这些非法集会，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商旅人士、家庭出行旅客以及其他旅客都在关注发生的一切。非法集会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损害了香港的声誉，也严重打击香港的各行各业，给香港所有民众都带来了损失。12号，香港民航业七工会发布联合声明，要求集会者立即停止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行动，强烈要求特区政府机场管理局及警方行使应有的职权，并开展执法行动，尽快恢复机场及社会的安宁。暴力分子持续在香港制造混乱，也遭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强烈谴责，他们呼吁严惩暴徒，维护一国两制。我们称他做暴徒，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示威啊，
游行啊、诉求啊、我们的国徽、我们的国旗，这是很严重的罪行。甚至他们连小孩子不放过，还要小孩子拿着这个，是吧？示威的这个牌子骂警察，正常的这个上班，这个市民要上班就受到阻挠，啊，甚至有些还殴打这个司机，这样的一个非常暴烈的行为，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什么和平的游行社会。啊，要确保一国两制健康的发展。不能用这些非法的、暴力的、没有秩序的这些手段把香港搞乱。多位华侨华人指出，香港当前的局势与外部势力的插手是分不开的。他们期望香港尽快摆脱混乱，重回正轨。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挑拨，并且幕后支持示威活动。香港市民、商人和商家将蒙受巨大损失，长此下去，香港的形势将更令人担忧。我们在香港设有投资公司，我们也和那里有贸易往来，但是这个月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希望香港尽快摆脱现状。如果以后香港没有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你是谁还会再到香港来旅游、再来考察、再来投资的？那游客不来了，商人不来了，那你靠什么吃饭？是吧？最终害的还是自己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利奇马的动态。今天上午，随着利奇马在山东省烟台市西北部近海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且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的减弱。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不过，台风利奇马的云系将和冷空气会师东北地区，仍然会给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近明两天，辽宁、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要警惕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受到台风利奇马的外围气流的影响，秦皇岛呢也是遭遇了狂风暴雨天气。今天早上，河北秦皇岛市周围海面就出现了7级左右的大风，秦皇岛市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秦皇岛开埠地码头周围的海面上出现了7级左右的大风，海上能见度只有5海里。秦皇岛市所有的客船全部停航，小型船艇全部上岸，货船也全部停止作业。停靠在港口的船舶拉大了间距，并加固了缆绳。此外，秦皇岛市山区沿海所有景区目前仍在关闭中，景区开放时间将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台风利奇马外围气流还给秦皇岛带来了强降雨。8月12号9点，秦皇岛市石河水库开启一孔一洪道闸门泄洪。截至今天14点，石河水库水位为55米，与浚县水位持平。目前的利奇马对辽宁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当中。从10号以来呢，辽宁多地是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了大于250毫米的降水。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辽宁省内的多地河流和水库的水位上涨明显。连日以来的降雨呢，给绥中县的一些河流和水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就在我所在的这个大风口水库站啊，从10号开始到今天中午的1点钟，累计降雨的这个量级呢，已经达到了239毫米。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呢，这个降水带来的这个水位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昨天中午入库的流量达到了861立方米每秒，这个也是这几天来连日以来最大的、最高的一个入库流量了。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哈，大风口水库正在以最大的泄洪能力在向下游泄洪。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像我站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距离水面，我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水库的一个库顶了。那么水面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库顶还有一段的距离，那么这么大的空间其实它是都是可以来储存水的。按照水库工作人员的来计算呢，现在水库还有将近1亿立方米的防洪的库容。所以说这个现在水库运行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近日受强降雨影响，辽阳市内多处地段积水严重，一辆公交车内4名乘客被困，交警立即前往救援，目前4名乘客已被转移至安全地段。受台风带来的大风天气影响，大量垃圾被冲上海滩，
在大连市星海湾浴场岸边，各种漂浮垃圾不断涌入，预计未来一周每天上岸的垃圾都会有十吨以上，当地正组织人员全力清理垃圾。从利奇马台风登陆浙江并且造成严重洪水灾害的那天起，除了抗战在一线的抢险人员之外，在距离台风中心千里之外的北京，连日来为了抗击利奇马台风，水利部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忙碌着。还是有那个比较大的暴雨。从台风利奇马8月10号登陆以来，这个会议室就成了水利部抗击台风的指挥中心。尤其是那个退水的那些河那一个江段，今天要特别提醒他们，啊，越退水的越要上人加人，千万不能减人，啊，更不能松懈，可千万啊！随着利奇马影响区域北移，未来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局部地区最大降雨量将超过500毫米。因此，专家预判，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水利部部长鄂静平告诉记者，他眼下最放心不下的是接下来东北的汛情。辽宁们这次从降雨的预报看，肯定是我们防御的一个重点。这么大的强降雨，肯定对水库啊、堤防啊都会带来重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要超前把这些工作呀，安排部署好，这样一旦来水了嘛，都能够有效地去按照原来设定预案呢，去实施我们的措施。目前进入抗击台风防汛的后期，但也是关键时刻。水利部仍有9个工作组，分赴浙江、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防汛一线协助防洪。也说不清楚了，几个小时了。睡有时候就醒。今天开完会这么晚，开完会布置完工作，心里有踏实一点吗？让我说真话，没有踏实的感觉，只有这场雨真的下到地来，并且我们经过我们有效的防御工作，让它能够安全的入海，这时候心里才敢踏实。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数据呢，截至今天下午16点钟，台风利奇马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9个省市1288.4万人受灾，20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3万间房屋倒塌，11.9万间不同程度的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达996千公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浙江、江苏、山东三省紧急下拨了中央防汛防台风补助资金3亿元。水利部表示，未来3天，河北、吉林部分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台风利奇马登陆过后呢，浙江省可以说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了。那么目前浙江省内的各地的灾后重建和灾情的理赔情况又是如何呢？来了解一下。希望呢，你抓紧时间呢恢复生产明年有个好收成，好吧？好，谢谢。陈小凤刚刚拿到的是一笔13.53万元的理赔款。她告诉记者，台风利奇马给自己的17亩葡萄园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庆幸的是，自己今年花了2500元投了农业险，有了刚刚拿到的这笔理赔款，她就可以开展生产自救了。就是擦掉，群众修理，家属的权益保险，重新搞。受台风影响，杭州市临安区遭遇短时局地暴雨并突发山洪，许多村民房屋被毁，村民方寒军家的老房子被冲垮了一半，倒灌进房子的泥水有将近1米高。我们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那个保险公司，我房屋险我们也不知道的，然后今天来了我们感到一点意外啊。据了解，方寒军家的房屋险是由临安区政府买单的，保费为每户每年10元，最高能够享受22500元的理赔。根据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浙江全省共接到因台风利奇马造成的各类报案65320件，报损20.74亿元。目前当地各大保险公司正在尽快受理报案，加快赔付。从今年的4月初以来，格力集团筹划转让格力电器股权的消息就引发了不少的关注。昨天晚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珠海国资委已原则同意格力电器国有股权转让项目公开征集受让方方案。
那么根据测算呢，想要接盘需要近400亿元资金。受此消息的影响，格力电器今天股价高开高走，最终报收51.36元，涨幅1.95%。珠海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格力电器9.02亿股股份，占格力电器总股本的15%。转让价格除权除息后不低于44.17元每股，按照最低价测算，接盘成本将不低于398.41亿。除了高额资金，意向受让方在提交申请之前还要缴纳63亿元作为缔约保证金。此外，受让方还需要具有推进珠海市产业升级或产业整合的资源。珠海国资委表示，此次股权转让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举措。目前倒还没有说明确哪一家，但有几家是我们认为是非常优秀的战略投资机构，它在科技创新领域，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它要能走在别人的前面。目前格力集团持有格力电器18.22%的股权，在转让15%股权后，格力集团仍可保留3.22%的占股，因此可以在格力电器董事会保留一席之地。预计呢，下半年、明年，很有可能我们这个国企改革落地的进度速度可能会大大的超出市场的预期。像军工、油气、电信啊，那么这些行业，包括电力啊，这些行业都是国家重点提到的，已经是推出了很多的国企混改改革啊这些的方案。两个月之前呢，上市公司海印股份高调宣布9亿元投资非洲猪瘟的神药。时隔两个月了，因上述公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印股份及公司三高管均遭到惩罚。8月12号晚间，海印股份公告称，广东证监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海印股份及相关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63条、第68条的有关规定，构成证券法第193条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决定对海印股份处以35万元罚款，对海印股份董事长邵建明给予警告，并罚款10万元。对董事兼总裁邵建家、董事兼董秘潘卫给予警告，并分别罚款5万元。今天，记者多次尝试拨通海印股份董秘电话，但始终未能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正忙，他将会收到您此次呼叫的短信提醒，结束请挂机。今年6月12号，海印股份发布公告称，拟投资用于防治非洲猪瘟的金猪多糖注射液。当日海印股份开盘急封涨停。6月13号，深交所向海印股份发出问询函。当日晚间，农业农村部也在官网发声，相关企业并无兽药生产资质。7月26号，海印股份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8月12号晚间，海印股份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针对此事件，律师表示，根据司法解释，在2019年6月12号至2019年6月24号期间买入海印股份股票，并且在2019年6月25号后卖出或继续持有该股票的受损投资者，可以起诉索赔。只要是在6月12号追高买入的这批股民呢，都可以在证监会立案之后啊，拿着这个立案通知书，就可以找当地的这个人民法院啊，去提起相应这么一个民事诉讼，去进行要求赔偿。阿根廷11号举行总统选举初选，由于阿根廷总统选举初选结果与外界预期的差距较大，阿根廷金融市场、汇市、股市在12号遭受重创。12号，阿根廷股市主要股指 MOVO 下跌超过37%，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20%，创下自2015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另外，以欧元计价的阿根廷债券下跌近9美分。阿根廷金融市场的恐慌和不信任情绪正在急剧上升。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74.78%，并动用5000万美元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稳定汇率。阿根廷总统大选的初选结果显示，反对派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得票率超过47%，领先现任总统马克里约15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政策变数给阿根廷今年的经济走势再次添加不确定性，但也有分析人士称，阿根廷自身糟糕的经济表现才是导致崩盘的根源所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阿根廷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达55.8%，失业率则超过了10%。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10月底举行，受货币贬值等因素拖累，2018年阿根廷经济下滑2.5%，阿根廷外币债务占比达到90%以上，是全球范围内外债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一旦美元升值，其偿债压力将会显著加大，面临偿债不确定性。当地时间12号，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限制合法移民新规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留的经济门槛。这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5号生效。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如果没有达到规定收入标准，或在美国任意3年内领取公共福利超过1年，将被视为公共负担。凡被发现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或被禁止进入美国，或调整移民身份。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决定是否发放永久居留许可及绿卡时，将把申请人是否领取过公共福利作为与其教育、收入和健康状况等综合考虑的因素。批评人士认为，新规主要针对低收入移民群体，施行后不仅可能使美国合法移民人数锐减，还会使在美低收入移民即便需要也不敢申请福利，从而增加他们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风险。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政府表示，将就这一争议规定状告联邦政府。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13号发布新闻公报说，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发生一名男子持刀伤人事件，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女性公民。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左右，悉尼警方接到报警，悉尼中央商务区有一名男子持刀行凶，行凶男子呢已经被警方逮捕。根据初步调查，行凶者没有同伙，且和恐怖组织无关。警方称，该男子有精神疾病史，且受到恐怖主义思想影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再次提醒领区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处。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在韩国，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呢，越来越重视创意，这也让很多商家开始在食品的外形、口味和包装上大胆尝新，求变，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首尔市江南区这家设计感十足的巧克力派小屋出售升级版的韩国经典甜品巧克力派，它的个头比一般的巧克力派大出1.5倍左右，选料也更加讲究，表面涂的是100%的可可汁，还加入天然香草、法国奶油等珍贵材料，光是配方的研发就花了大约1年时间，每个的售价是2500韩元，约合14元人民币。확실히차별화된맛이고포장도기존거보다예쁘게잘나와서선물용으로도좋고요그러다보니까자주이용하고있습니다韩国的传统点心药果由蜂蜜和糯米粉混合后油炸而成，有商家把药果与法国的代表甜点马卡龙的馅料相结合，推出了药果马卡龙，减轻了药果的油腻。베이킹재료를이용하기때문에좀푹신하고부드러운식감이에요그거를직접적으로즐기시는분들은30대40대좀약과의향수가있으신분들이더좋아하시는것같아요另外用菠萝、哈密瓜等水果制成的刨冰、奥利奥饼干口味的年糕等也出现在韩国的市面上。近年来，韩国的甜品市场规模增长至9万亿韩元，约合521亿元人民币。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江西省今天启动长江入河排污口航测工作，本次航测将根据不同的地形，使用有人机和无人机协同作业，对152公里的长江江西段岸线以及赣江赣流511公里的入河排污口进行分区拍摄，为进一步制定长江保护修复计划提供数据支撑。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截止到8月13号上午9时，鄱阳湖都昌站水位下降至16.82米，湖区水体面积缩小至3250平方公里，与7月17号今年最高水位20.54米对应的水体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相比，缩水1/5。今天，郑万高铁河南段正式开启联调联试。联调联试起点为郑州东站，终点为邓州中站，全长约300公里，预计在3个月时间里对沿线的轨道、路基、桥梁、接触网、信号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昨天，四川华蓥山大熊猫野化放归培训中心的大熊猫淘淘迎来13岁生日，工作人员们给寿星进行了生日布置，并享用了一盘丰盛的生日蛋糕。俄罗斯日前公布了2020年前发展 5G 技术构想最新草案，提出将优先选择中国使用的信号频段。今年6月，华为与俄罗斯最大移动运营商之一 MTS 签署了发展 5G 技术协议。美国联邦航空局12号称，目前没有让波音737 MAX 系列复飞的打算，也没有具体的复飞时间表。如果737 MAX 系列要重新执行商业飞行任务，必须正确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和完成必要的相关培训才行。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一个奶牛场发生大火，导致约800头奶牛被烧死。据报道，起火的奶牛场是该省最大的奶牛场之一，产奶量占全省产量的约2.5%。据瑞士瓦莱州警方12号表示，瑞士西南部11号遭遇强暴风雨天气，从而引发泥石流，当地河水也因此泛滥成灾，导致一辆汽车被冲走，车内一名男子和一名6岁儿童失踪。当地政府随后关闭了周边道路。近日，白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举行了一场热闹的泥沼足球赛。虽然在泥潭里正常行走都很费劲儿，但比赛仍非常激烈，队员们在泥地里摔跤甚至翻滚，非常开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的资讯。大家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的公众号。上海中心是全上海最接近云的地方。近日，一家书店呢在大楼的52层、239米的高空揭开了面纱。今天。